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新闻继续来看，迎接三月十二的秋节，台川乡公所免费来发送着两千丛的地花加七里乡的树仔栽给乡亲。另外，伫咧现场哦，搁来提供包括洗碗巾、甲土壤的改良剂等将近五百份的文宣品，只要是摕半公斤的废电池，或者是手机啊、甲平板的电脑，拢会当免费来兑换。早起拄上班，乡公所门口就排了长长的队伍，乡亲上特殊排队，等要领树仔栽。这回乡公所准备了两千丛，包括地花加七里香的树栽。公所搁较准备了将近五百分的鲜花精、有机土等文宣品，要予乡亲兑换。现在都可以。怎么那么多的平板跟那个手机啊？因为家里人多。真的，阿宇换了这么多东西。我换花啊，换这。种了足水个，啊，不过我这丛伤少咧。台川乡长讲，响应特殊节环境的美化运动，今年乡公所准备两千丛树栽免费予民众领取，嘛即次鼓励乡亲特别化各地环境，予台川搁较水，搁较有吸引力。啊，咱今日民众足踊跃的，啊，除了摕遮济物件，还搁来排队，啊，安尼大朋友、小朋友拢少少来，啊，咱准备的树啊是咱这个啊茶花，啊，跟咱七里香哦，大家民众足踊跃的，希望咱啊把咱这个啊注重环保啦。啊，提升咱这个啊，这个低碳的吼，会当咱大田乡的，会大家知影这品种的，当会知影讲，这个林业啊，甲在这个啊种植呢，对整个啊乡内的发展、整体环境哦，会很多的帮助，好吧？就欢迎大家啊，进龙大家。啊！大家最近来种树啊！哦，到咱台川嘞，啊，愈来愈水。乡公所免费发树啊，栽两千丛的数量算是袂少，佮加上有洗碗精等文宣品会当兑换，就算是上班日。乡公所也是来了真侪乡亲，欢迎的这么热烈，公所员工嘛拢感觉真意外。多张新闻，台川内川蔡宏报道。